科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他们现在到处搜查，我们怎么躲都会被他们找着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待着，等风头过了，我打算去投奔舅舅的军营，好吗？我们穿成这个样子是为什么？每年立冬的时候，有很多百姓从京城返家塞外，到时候我们就混在里面，跟他们一块出城。哦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不过这要是有人问起来，我们什么关系啊？包给我吧。嗯，哎，你还没说。